我的心，你把我逼流浪哎！哎，宝宝，还是狗是吧？哎，你跟我个啥？我那个找个大师求姻缘给你，已到四十级了，姑娘都还没得。你们两位也还没得姑娘，把我们带去，走了。大师，那书坛知道吗？是的，专门来找那算命的。我人在釜山的，明天这个地方早看来排队，我还有个事去的。那帮我们算好了，我们真的蛮有诚意啊。反正这时间又没给我打电话，我把这个生意走了咯。行吧。大师，算命的求姻缘好钱？本恩来修道之恩，不谈钱，只谈缘。缘呢哈？大师，你看这两个老货缘的像极了，还有我们的主儿子，缘得很呢。不是这个缘，那是什么缘？一百元。呀，你一百元我也看不起哦。是的。喂，何伟子，很想请你的海面的呀。喂，快把那个姑娘留的啊，我马上进来。还有个鬼呀，把姑娘走走了。我去问你们三个上不上的了。老头啊，你是哪个年纪了？你果然那么的姑娘，跟我才算什么姻缘啊？坐。你可是刀剑吧？